幼毛根折出了很多形状，接下来让我们来试试看，所有的形状吹出来是真的会是它的形状吗？长方形，首先是长方形，吹出来是什么形状呢？圆形。好，第二个蝴蝶的形状，圆形，下垂的蝴蝶。接下来是兔子头的形状，吹出来是什么形状呢？下垂的兔子头，还是圆形。接下来是蝴蝶结的造型，是什么形状呢？哦，还是圆形。快，接下来是花朵的形状，还是好多圆形。接下来是爱心形的形状。圆形的形状，最后一个是圆形。